7月11日 ，TVB 老戏骨吴亦将在个人社交平台上晒出近照，剪发花了31元，直呼太便宜，还夸赞发型师技术超高。照片中，60岁的吴亦将身穿简单的白 T， 与发型师亲切合影，没有一点明星包袱。这组照片一经发布，就引来不少网友的评论。有网友调侃道：“发型师剪好了，吴亦将就会成为店里的生招牌。”也有网友夸赞吴亦将底板好，无论剪什么发型都好看。吴亦将是中国香港著名演员，凭借扎实的演技吸引不少粉丝。吴亦将非常热衷于在社交平台与粉丝分享生活。近日，他忙于拍戏。前不久还晒出与青年演员的合照，还表示与大家合作让他的心态年轻许多，希望吴亦将未来给观众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，也祝愿他身体健康，万事顺意。